高桥名人十六连胜哦，对，真的拿着啊，一秒十六连胜哦，野趣吗？我拍电动哎呀，我无得，我一起滑进去，有仪器可以帮你辅助。他后来自从出了那个摇杆按下去就连发，这个人就消失了。还摸好，还摸好，还是输，还是输给机器。一战就电视，那表演那里，哦，大家哦，死鸡哦。结果自从摇杆连发起掉出来，这样。所以你看你还冇哦，跳断臂你看你啊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シラチエーカチ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好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炎炎的夏日啊，如果你开阿提斯，会遇到什么问题？哦，旧型的啦，新的就不会了。这个按钮啊，有些按很大力，它才会风速啊，才会去调整啊，对吧？或者是有时候按的时候都不理你了，我都会往那起过。我在这里，我起起坐短拉，起坐短拉开塞。嗯，好，啊，再来冷度也是一样。假设你看哦，已经19.5，你看按上去，爱起起起来也靠我去盖，爱起坐短拉，黑了起 ，wiki 啊，嗨 key 啊，有几种方式啊。高阶是要把里面那个电子的按钮换掉，那个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如果是比较土炮的方式，教大家，这应该大家都会的方式，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把它拆下来。好，等一下分解给你们看。你看我现在。两手空空，好，小师说的什么都不用带，把科比带来就好了。好，你看，这用手就可以了，用双手，有没有？双手啊，你看，这其他太好猜了。不是啊，带对人就好了。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，不好的老师上你猪老板。动啊，努力哦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后面都是线而已啊。哇，拉起来，举起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站好，把这个拉起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双手都没有工具哦，脚就起来了。你看底下有一个灯，灯在这里，这个插头要记得拔。这个是什么灯？小夜灯啊，这里小夜灯，就是你打开，这里有个小夜灯。哦。对，啊，再来就是把这两个插头拔起来，这样就面板都起来了。哇，就看到了哟。现在不能在车上。哎，小等一下，都要提一包回程。有啊，那在跳灰啊！我想讲这厉害，你在车顶用双手就可以。双手没办法啦，双手因为你要东西啊，我要把这个拆起来，对，拆起来，这要分解一下，跟那个时钟那一集差不多了，要拆开弄一下，拆起来你看都不用工具，科比的双手就可以了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可以。好，等一下再回来，我们先去弄这个，走。拆的时候你顺便看一下，全部的按钮是好的还是坏的。刚刚如果通电的话，你比如说按 auto， 那直接跳 auto 内循环，什么按一下全部的功能啊？为什么要这样按一下？大家拆下来你就知道 ，DIY 自己名言嘛，换螺丝就贴啊。我求求家里，你是觉得自己弄弄就好了，还是为了省钱啊？我是觉得省钱，那是可以弄弄就好了，就开心紧了。嗯，没有啊，这车嘛就过了，没有啊。对，一台车才没多少钱，你花这个花了一两万，你敢开了？可以原厂啊，现在很多车啊。一换都是要换整个面板，所以有些人比较喜欢那种最简单的哇，像刚刚那 Vios 那种转的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Vios 的它叫机械化嘛，都机械的，用手转，调起来，你看，就是第一个起来的第一个。还有灯啊，灯也是哦，这里面也有灯，这是点会。好，它不是绿色的哦，这是有一个保险套，这是一个套子而已，可以拿起来。这个套子有没有？因为它这样比较柔和，不会才不会那么亮。刚好拆起来，你刚好灯泡烧掉，可以顺便换。至少两种灯哦。对，不记啊，这把有啊。啊，这把是。对，这把是。对，这把是，就用电灯，就换电灯泡就是这样换的而已，不是很困难。哦，你看哦，它这台有处理过了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你看这里，这有贴了一层东西，这是贴的啊。为什么这个要再补？你知道吗？如果它久了会破掉，破损的话，按的时候它就没有反应。这个其实也可以补哦。你看它这个就没有了。你看这里，这都没有。好，还有这个上下哦，这个有用，这个贴，这个贴，可是已经久了，还是要再补强了。你看它是贴那个厚纸板的，表示它也有处理过了，可是久了还是不行。可以贴什么呢？薄的双面胶，软一软，软的，不要那么硬。它用这个是厚纸板，你看这前面还有字，你看前面高，竟然嘛有人会晓得吼。
啊，你不是说网友都很厉害？对啦，是贵的哈，没有，那按钮就是这样按嘛。我觉得那个差一点点，就用双面胶就好了。双面胶你就剪一小块一小块就好，好嘞，剪个一小块，没有，就比较厚了，贴住，那就可以按了。没有，哇，你看，这蛋糕，几斤啊？这个原本有贴，有那个处理过了，我现在把它先撕掉，啊，处理干净才可以再弄。用主要是按钮是弄这个，对，凸出来的哇，对，凸出来，有些啊凸啊，你讲这尖尖的啊，那我大鱼了，我那个医生的，好，手术成功，但是病人已经死了，哈哈，阿亮哥有胜成功，哇，你看呀，医龙阿咧无穿衫呢。我那感觉你是不是吃的？我吃面的。现在不是鼻酸，你知道呢？我呢？我呢？哇哦哦哇！红线。我跟你讲，主治医生完成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剩下就是助手弄一弄。不是这样，应该是主治医生都进去有没有？第一刀 miss 来画一刀，好，好。剩下我们现在啊，揪一下呢，揪一点啊呢。好，手一定要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哦，什么绕道手术哦，不会不会哦，啊好，开始，哦，啊有的许多人暂时哦，啊割开，好，剩下就走，怎么样？剩下就后面会把它处理。啊，这样危机啊，全这样。破气哦，破气哦，破气都要去找台吧的那样，这应该不对吧？不然就要去找那电子零件看有没有。我看这用保险套套尖尖的就加了，那个应该没那么小，没那么小。你可以买小号的啊，我没有买过，没买过。老板娘给你蒙，你这个算 S 号的。好，然后哇，又一个人走进来，摸一摸，哦，你这个是哈 XL， 而且老板娘来，哎，摸了一下，你这个不用，卫生纸才两张，已经流出来了。欸，你看，虽然是国产车，这名帮你混的，茶，绿茶。绿茶，绿茶，所以伊就叫绿色的爱茶，绿色的做嘛。啊，茶色爱茶色的，啊，这啥 ？Dark blue。哦，深蓝色 ，Dark blue。哦，都送啊，国产车内底民邦是一本的，跳过民邦一本的，哦，都送。拢个收起来了，对吧？好了啊，你就安尼讲啊，这有信心的。你就说啊，对不对？应该 OK 了啦。在哪啦？哇！现在要去微创手术。他这个原本是在这边，看隔壁有爸爸拧回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台手术很困难，但我们准备好了。有没有站住？先忍住。哎，看，你看。看看，刚刚你吃到。吃到了。这山哦，这怎么水大？哦哦，有看，是刚才可能都在修补的，一定想到那电费上面。我能刷个屏，刷个屏，刷个屏啊！有点快就完了。又来哦，来啊！不知道会不会一插下去又断掉？好啊，好，修补下都啊，稍微磨一下。哇，这样，这个动有点不住了。哦，我今日看最近卖点啥？啊，你又在看，把你看到啊！我你的水气都飞，我先给切掉。要修啊！啊，这个就是止牙利用的，你知道？哦，先打康，先打康，先拍一个螺丝钉子，止牙利用的。我还好啊，我最近有研究，我水气，最近有研究。你知道我今日看最近都用半斤的物件给他用，伊要搞我旧的食牙半软半袂软，伊专用的物件搞掉的，啊，跟他半斤的靠。靠！哎，真正赶快来物件，你知道？我等一下，我看牙医啊。牙医也没什么，他的器具也差不多是这样的，跟妈的修车的 AC 差没有多少。哎，我刚刚 GT 帮你去看他的牙，就是赶快一组换牙那样的。啊，现在就是要那这张啊。
他现在打到我嘞，就在挖心境。伊这比我飞足冰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讲？那不是平常，他妈他会真的嘞。好了。噔噔噔噔。咔一声，啊，是四十瓦。小怪，不是，拄着，拄着啥？小花肚子，但是会起哩，特别热，特别热，就热了。好，到尾慢慢再。OK， 好，好，你把它装回来，装起来。我到家，贵啊，请试一下先。哦，你看，哦。但是你起一下，别慌慌造假，哈。往下，往下。哦，这是调整那个风的位置。这后储物，这前储物，这 AC， 哇。哇，蛮好玩的。哇，好啊无，风大小，小哇。哎，度啊度啊 ，off 啊。今天我来起。耶！这就是 DIY 的乐趣，有没有？多猜几次成功就很高兴了，别都听，请欢呼起来，别都听啊！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吗？该个咧，温度跳转低咧，我。对啊，自己一直跳回去，然后跳，一直跳。走，那差，都去看，都去看。哇，超了呀！哎呦，这个 OK， 这个有上下左右 ，OK， 这个都 OK， 风度 OK， 这个嘞，这个过滤没关，没有 ，off 这个比较不好按，对啊，调整一下，好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记得啊，如果这个啊，这个要改色啊，喷漆刚好拿下来就可以顺便改。你看，这家，哇，去抓，去抓龙虾盖，这条了龙虾盖，哇，包含这个核桃木，有些人觉得核桃木太爽，有没有？可以烤漆、水转、贴卡梦、欸，可是卡梦贴的有个坏处了，如果有些很密合，那就收边会很丑。对吧？啊，这样你哇，这柜台弄核桃木的呢，喷漆是不是简单抹一抹就喷了，喷成银色？对对对，很晃啊！你真正要用的是规矩巧了啊，你啊，那 OK。那我需要再留言，我再把它弄给你们看。啊，没人留言怎么办？先找，先起来，对，升起来。好，这倒了，赶快，这种是哇，你看，这种削胶的卡榫对准了，好，那个擦了，哇，这是点绘，这个是点绘，啊，这是点。哇，天然气的，啊，插哪去拢爱一支插，反过来这个要插，哇，啊，因为这个断掉了，这个它是封闭，这个很容易就断掉了，叫一支卡哇，一卡就脆弱了，等，它盖子不见了，对啊，哇，旁边这边断了，这只脚已经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凸出来一只脚，对啊，哇，其实那个脚可以重造啊，可是重点是要盖子，哦，盖子不掉，盖子不掉，我的重造灵魂，分享这个小技巧啊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啊，真正的哇，啊，你骑就给我能 Q 嘞，你知道这台车开多少公里了？多少？29万。我靠！对啊，29万表示他被拖了几次。哦，无数次。对啊，你看他还是这么的健壮，可是果然是厉害的。好，来吧，今天就在这边喽，走了走了。